食物要来做超度啊，不过桌子上食物也是我们要超度的对象。那你了解意思？所以上面灯关掉，安静下来。那今天下午我们要做不动佛超度法会，还有我们的大蒙山施食，所以今天下午有40位上师，你们还有5位仁波切，包括几位堪布，要一起做不动佛超荐法会。所以各位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多写牌位啊。我们学佛的重点是一个信心，绝对的信心。所以这一次大宝法王在祈愿法会也特别做了不动佛超度法会，前后加起来54天，包括5次的大火供。那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大宝法王特别说，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念一遍不动佛心咒，就可以消除100劫生死重罪。所以这个世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消除众生的杀业，消除众生的嗔恚心啊。所以呢，不动佛的法门最殊胜，也叫21世纪最重要的法门。那这一次的超荐闭关的人有40几位，每位都要念满至少10万遍不动佛心咒。那为什么要念满10万遍呢？因为经典说，一个人如果念满10万遍不动佛心咒，而任何人只要看到他跟他讲话，就可以消除生死轮回，不会堕落三恶道。所以站在佛教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很认真的修行。所以愿今天所做的一切，今天我们要大放生，今天要点灯，我要请他们送来10000盏啊。所以今天也要点满10000盏灯。今天现场有200多桌啊，我们办的这些素食的有200多桌蒙山。然后呢，也利用中午，今天呢有这么多位上师跟法师也来为现世父母、往生父母做供生。所以而且供生之前我们还要做佛前大供养。那简单的讲一句话，凡是能做的功德我们今天都要做，因为以这个功德力要来回向所有战争死亡的啊，所有亡灵、动物道、三恶道众生。所以就像一个孝顺的人，他的母亲正在急诊处开刀，他跪下来跟医生说啊，不管偌济钱，没偌济厝拢无要紧，只要我的老母会好，拢无要紧。所以我想，我们必须用这样的心态啊，所以这种大悲心、菩提心，尽力做。当然，也不是说今天尽力，明天就不要尽力。那佛教里面就是希望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啊，最圆满的大悲菩提心来做每一件功德，那把这个功德善根的力量来帮助受苦的众生，也来净化这个社会。特别是不动佛法门是一种净化杀业、消除嗔恨
所以快速法门。所以呢，如果各位平常你们就开始啊，按照大宝法王供诶，念满十万遍不动佛心咒，一直很虔诚的心啊来念满。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累积了一个圆满的功德，好来利益众生。就像你去赚了好几百万的钱呢，准备拿到老人院、孤儿院一样啊，愿看到你跟你讲话的人都能够净除他的恶业。所以虽然现在我们没办法让对方当下解脱成佛，但是呢，减低对方的痛苦就是我们想要做的。那为了要减低对方的痛苦，所以我们要累积福德、善根、因缘，这些通通要做，这样来帮助世界、帮助众生。因为站在佛教，佛教讲空性，空讲的就是不离开缘起，所以那大刚的讲啊，上报四重恩，父母祖先恩、国家社会恩、所有众生恩、三宝加持恩。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所有众生都对我们有恩，像父母一样。但是我们嘴巴这样讲，但是我们必须从行为做出来一个道德守戒律因果的行为。进一步呢，想尽办法那么创造因缘来感恩众生。所以当然一只流浪狗要被杀，你去把它救出来，这个功德太大了啊。那有些人说，对不起啊，我现在要念佛没时间了 我要办佛堂啊，没有钱来搞护生缘的，这个讲法都错了。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己有惭愧随喜，但是你不能把说造佛像重要，然后呢救一只被杀的流浪狗不重要，那这个叫舍弃众生啊。所以佛像当然要造，念佛持咒都要，但是知道众生要被杀，我们尽力的帮助，有力量了就帮助他，没力量了至少祈愿回向给他。所以因为不舍众生，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就像过年到了，那么到处都在杀了啊，现在这些物命都涨价了，也过年了，大概这些做行李郎拢会后闺女起归起啊，起爹拢会后闺女啊，所以啊，他们要调一点价钱，然后来休息几天。但是对我们来讲，那我们要赶快救啊，救几只算几只啊。但是千万不要说啊，我无法度救，或者啊，归去卖救，不能这么说。就跟他报纸，你看到一个人在破病，啊，有人讲买来，迄报纸刊出来，社会拢有捐钱给伊啊啦，那免捐啊，因为大家拢有这个想法，迄人在夭死啊。别人做我们随喜，但是自己一定要做，自己一定要参与这个功德，所以哪怕一百块。所以呢，我们站在佛教慈悲是大慈大悲，绝对不是只对佛教慈悲，只对你的对象慈悲，那这样呢就不叫无上菩提心，这样就不圆满。所以我想，所有的动机都不能有自私的想法。所有的动机，每一个人都不要有个人的利益，我们一切都是为了所有的众生真心的做。当然我有个共同来啊，那只要有人就有钱，那有钱有些人都会动脑筋，这些各位要小心啊。所以我认为修行就是一个单纯啊，守戒律，不要去动不好的脑筋啊，也不要去设计别人。如果虽然表面上你做得很好，但是你私底下有个动机不圆满或行为不圆满，那功德就有漏了，就不圆满了，甚至是造业。所以我想这个社会五浊恶世没有那么单纯啊，没那么单纯，但是别人不单纯，我们要很单纯，我们动机要很圆满，所以千万不要学习不好的方法。所以我想，因为我发觉这个社会的问题，互相不相信啊，那这些不相信，因为大家设计来设计去，甚至个人有个人的想法立场。那我想在这一点，包括出家众身上，
有时候你要找到一个绝对的清净，有时候还不太容易，但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不断回光返照，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都要单单纯纯的，纯粹为利益众生，没有个人的金钱上的、地位上的、政治上的考量，一切一切都是要平等的。那既然讲平等，那对动物、对鬼道都是平等，但是金钱上怎样？贵里面拜众生太低太矮啊，被拜奉要低，用车位，这就是一抹了解。但一抹了解，咱来主逼啊，咱来渐渐可以了解啊，因为咱过去嘛是安尼啊，所以咱今日有机会接触佛教，能够有这个平等的智慧，我们非常感恩佛陀。但是有智慧，你要产生一个平等的大悲，所有的众生拢是咱的北部，我们不可能去骗父母，我们也不可能去设计父母，我们只要来报恩呢，愿父母真实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来做功德。好，那现在渔车已经到海边了，虽然到海边去救命，然后呢，等一下放生完以后，他们上师就可以莅临现场，我们呢能够礼请供养，那这样最好。那我们也要修佛前十供养、佛前等等。然后现在大家把水米都要收了，或者我们要到海边。今天天气很好啊，但是有一点太阳，然后有十部渔车，那希望这些鱼都能够得救。而且各位要放生，要发愿，今天救他暂时的命，你要精进的修行，直到这一只鱼成佛，你永远永远都会不断的来帮助他，一直到他成佛。但是没有这只鱼或者这些受苦的众生，我们怎么修布施、持戒、忍辱呢？所以所有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众生，所以我们要以这样子的，以对佛的虔诚的心来对待众生，这个叫悲心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佛前做供养，那也要学习以供养佛的这种做法来供养所有的物命，所以愿他离苦得乐。就像那个半路躲害觉得他至少不用被杀了，但是希望他安安全全、安享天年，也得到食物等等。所以大家移到海边，好，阿弥陀佛。放生。好，今天放生的物命还有龟能龟2,400+，哇，这家家里头口不是钱的问题，是2,000+，你在被啃没什么所在所以我们最伟大的就是要放在麻豆园区。今天还有母猪4只，一只140公斤大母猪，所以每只9,300元，所以有很多居士发心，我们中午再来念居士发心的金钱所以等下我们边放生的时候，母鸡就来了所以希望大家看到这些母鸡就像看到妈妈一样，做过母亲的就知道。所以今天现场有放生的鱼8部鱼车24,000尾，还有拖鳝1,300尾，鸡2,416只，猪有4只，愿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乃至所有被超度众生同享功德。好，大家往海边出发。
好，魏旭后坐下吧，魏旭，大家请坐。好，我们现在把握时间，那后面很多尊贵的上师都来了，他们要为我们下午修法。首先我们先做佛前供养，十供养，请各位看到第四页。因为站在佛教，你要超度，特别这些恶鬼道众生，因为他们福报不够，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做大供养，令其得到无量福田。所以也麻烦义工菩萨一人发一包米给大家，然后最好点一支香给大家，等一下大家供养的时候，然后呢也一个人发一盘灯，各位要发，今天至少点五盏灯，然后你们可以拿在手上，等一下你嗡啊嗡的时候布施一颗米啊，一般是米加花也可以，然后替所有众生做大供养，要这样观想。我那个是前面点啊，发快一点。然后一人点一支啊甘露香最好了。传过去，散开来，散开来，不要一个人了，散开来了，前前后后散一下。哎，那个灯是拿五盏的，不是拿一盏。喂。你刚叫你退休者啊？你被炸的。我们都不知道。在去哪里啊？我在哪？大家升起大悲心，为所有三途苦众生、二八世界乃至所有受苦未超度者，要为他们在佛前替他们做大供养。就看到咱的替咱的啊，往生的
在生不要过死，现在对了几道地下道的老母，有这种的心情啊，替你做大供养啊，希望伊得到福报，脱离受苦。然后把灯拿到以后，最好点起来了，互相点一下，拿着打火机发给他们自己。打火机发给他们，一排发一个。但是他们在吃饭今天我们中间有十位菩萨啊，穿着庄严的衣服啊，要替苦难众生做大供养。好，大家边点，我们边做供养。第四页，如果各位你东西不够放，还有医药康啊，拿一个椅子在前面。这样才有位置，空一个位置，今天有空位置最好了。拿一个椅子做你的桌子啊，这样比较方便啊。或是第一排的人啊，拿一些椅子到第一排来，大家退一排，一三五七九啊，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来，微巧巧哎，微巧巧哎，这样比较好拿。第一排的人可以先到旁边啊，然后出力，让大家好方便。自己找位置移一下啊，要有前面有空位的地方方便，不用每一排往后退，自己移了。自己找位置。自己找位置，不要叫人家往后退，不礼貌。好，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心齐齐，二十八护法善神，一切神明慈悲光临，降临法会，我今为三途苦众生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恶鬼友情一切孤魂做大供养，使其离苦同生净土，大家升起大悲心。好，第四页，来共享
心阳无恨，不天时借香，心神安宁，身体洁净，三业清净，多闻妙法。供花，释迦王子，持之红莲，莲前满谢。万行开花结果，处事如花，见者欢喜，身长相结，欢喜真理。好，现在先把香啊、往旁边传一下，义工菩萨帮忙收一下，可以先插在佛前可以插的地方，找个食物一两盘，就那一两盘了，插香可以了。好，要供灯，大家把灯拿起来。灯拿起来。好，供灯，心灯供献。香，请拿到佛前来，不是拿到后面。好，各位把灯麻烦一下，要拿去供灯炉的地方，还是一个人拿两盘，另外一个就不用去了，拿去供灯的地方，大家比较方便。香拿到前面来插供佛的。一个人拿两盘，另外一个就可以在这边念了。第四，供涂油。全愿地地Thank you.
涂油象征甘露水，抚慰众生烦恼，身心清净，相貌庄严，远离烦恼，人缘良好。供水果，修因之果。圣果，远离瘟疫，不受灾害，享受快乐，早证佛果。贡茶，蒙山绝舍，不在前象征清醒，口齿芳香，永离可爱，安乐少病，举大福报。翻过来第六页，供食物，提壶美味。寿命绵长，众人爱乐，辩才无碍。供宝物，色心意。象征法宝，消除业障，心得安宁，福寿绵长，永离恶道。供宝珠，龙王宝贵。
象征摩尼宝珠，相貌庄严，风度美好，破除前贪，速证圣果。共僧协议，三界上佛加舍金持，皆作山中高人之因力不思议，发挥充实，奉献佛象征柔和忍辱，处理生死，所有安全不遭破坏，色泽柔美，具有财宝，不空摩尼供养。好，各位手上拿十颗米，那我们再复习一次，然后呢就代表十供养，然后上供米掉在地上，代表下施一样，令众生得到上供的福田，也得到下施的甘露。听好了没？来，我念一个，那各位就布施一颗啊。来，供香灯花无油茶食宝珠。不空摩尼供养座。我们的不舍摩诃萨埵堪萨拉，堪萨达达波罗波提萨曼达，萨萨拉诃。我们的不舍摩诃萨埵堪萨拉，堪萨达达波罗波提萨曼达，萨萨拉诃。我们的不舍摩诃萨埵堪萨拉，堪萨达达波罗波提萨曼达，萨萨拉诃。念一下辨识咒，要撒一些米在旁边啊，树下下施。南无三藐三菩提，我得自己往生不来三不来后。南无三藐三菩提，我得自己往生不来三不来后。南无三藐三菩提，我得自己往生不来三不来后。甘露水。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陀耶，南无阿弥陀佛，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陀耶，南无阿弥陀佛，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陀耶，南无阿弥陀佛，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供养。夜夜难上播啊，我知来哦。夜夜难上播啊，我知来哦。夜夜难上播啊，我知来哦。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钟，佛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Om Mani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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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Soha。 好，那现在大家发便当，用斋。那用完斋以后，我们要来供养现前的三宝。今天有很多尊贵的仁波切上师，还有法师，然后他们替咱的北部众生一切忧情也做供养，然后这样呢，恭请特别是我们尊贵的上师下午要修不动佛超见仪轨观音仪轨，来帮大家所写牌位化界众生做超度。但是各位供养的时候，观想用你的父母祖先堕胎胎儿受苦有情，为他们做供养，然后利用中午时间也多写牌位，多写牌位啊，然后呢，你愿意替他们写，就是一种慈悲啊，来回向给他们。所以修道人做
讲完八柱顶庙，那那边有三十几位，你要确定一下几位上师啊，然后呢，你可以每一位上师都供养可以，还是说你要供养一包？我们那边会放一个桌子，那等一下再把它分配给现场的所有的上师法师，然后呢，这样更圆满啊。那今天国际供佛斋僧会，也有特别从台北下来啊，那么要做供养，我们也随喜这个功德，因为他们代表了啊世界，特别是台湾各地这么多护持僧众的金钱，然后呢，这样的福田更大。阿弥陀佛，一个一个供养，那当然最好。好，大家念一下：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护法，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三宝来戒度，三宝来戒度，三宝来戒度。阿弥陀佛，大家帮忙说哈。好，阿弥陀佛。长报做好看啊！即马真侪寿司内底其实嘛有拢有掺鸡肉、掺牛肉，唔知变怎，咱大家拢破解啊！所以呢，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啦，对不对？因为这就无法多啊，社会就很污染，所以还是要念这个催肉往生咒，对不对？吃素也要念一念、啊。当然，最好的保障是，拢食菜水果都唔爱食迄种的再制品都未出代志，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就很爱吃啊，啊，就无多了，去嚼就臭了啊。因为再制品，它不加这些东西，做起来味道不好，不像啊。所以，这要看自己怎么去选择了。好，大家开动，阿弥陀佛。好，大家用完斋以后，我们会跟尊贵的上师说一点半开始供僧啊，那你就准备啊，还是你要去换100块的零钱啊？如果有的话，还是如何如何啊？反正多些牌位，多供养。如果没有水啊，没有水就拿甘露水喝。好，我们一起向师父行问讯礼，问讯。大家请坐下。各位手上有药包吗？有。请翻到63页。今天前面还准备更庄严的好的药材要来做布施，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慢慢各位都无所求了，因为懂得布施，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就是给体卖派体，可以做久一点，那就是要健康啊。但是或者说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你不需要太注意自己，一直去帮助众生，那你就可以超越自己，也得到了你所要的。所以发菩提心，一切为众生，才是帮助自己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修药师法门，药师法门代表财富，代表健康，代表事业成就，代表正知正见，相信因果，代表能够回小向大，发菩提心，代表能够念佛不退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先做药师仪轨，药师烟供。事实上今天我们几位各教派的上师妈妈所做的仪轨已经非常圆满了，所以站在密乘里面的超度仪轨非常的具足，特别今天是不动佛超度，我们在旁边为辅积一点福报。所以虽然我们不会圆满的仪轨，但是我们会放生啊，我们会共生啊，我们可以做做简单的这些食物。如果站在真实的密乘，他们用观想的力量，比如说超过于真实的供养啊，但是我们的三昧的力量不够啊，所以那个肌肉变抖，它就抖啊，所以现场有200多桌。所以沿这样子的布施供养能够具足功德，所以各位请翻到63页，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中华国际共生协会秘书长，这位卢仲菩萨，王雪义菩萨代表来共生，还有我们妙莲华音乐董事长杨耿明先生刚刚我们中国佛教会明光法师代表佛教会来关心法会所以有这么多有福报大家来共聚帮助众生，我想生命本质是苦的，但是不是光生命，花草树木都一样苦，是因为变化无常，但是花草树木不会觉得它苦，因为它认为变化无常是真的真相。那我们为什么觉得苦？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情意识在这里面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修行要达到无我空性，要让自己跟花草树木一样跟地水火风一样。所以天空有时候亮，有时候云，有时候风，有时候雨，这才是天空的美就像云不断的变化色彩光度，所以变得很美。但是偏偏我们有我执的人就不接受变化，认为变化就是痛苦。所以慢慢的我们如果要修行，各位要达到这个空性无我的智慧，那这个要经常这样想想成习惯。那佛陀告诉我们如何习惯呢？就是不要想自己，只想别人，只想众生，那你慢慢就无我了。这些快速证悟之道就是慈悲只有感受到众生的需要大家问人吃饱没，心情好不然后不要抱怨。还有一种人是我跟你说我很艰苦我困不起，这个我执很强那一种人呢，他从不问自己的，他只问别人吃饱了没有，生意好不好，快乐吗，修行快乐吗包括临命中还怀着这个悲心为众生念阿弥陀佛，这样一切不为自己，这个就是一种空性的展现。空性的展现就是关怀众生的慈悲，没有自己。所以我想我们只能这样简单的做
事实上这也是最困难的啊，因为往往我们都想到自己怕自己受伤，怕自己破病啊，怕自己痛苦。但是呢，现在我们要转换的怕别人痛苦，就是我们听说我们的怕啊，真痛，怕他艰苦啊，就爱他快乐，那这样就去关心别人，关心生命，花草树木也一样啊，你手上有水，经过那个树，哎呀，洒点甘露水，树很喜欢水哦，所以各位刚刚的大海，我有他们很喜欢食物哦，那些鱼，刚刚各位可能没看到，有2400多只的鸡，所以因为他们你们去放生，它刚好来了，它是这样晒太阳，金蛋阔，因为这些母鸡啊，拢有毛毛啊，所以他们晒太阳。很痛苦，所以就先请他们送走。还有四只大猪啊，黑里桃把它修工棍啊，所以也请他们赶快送走啊。所以，但是我们要开始一直这样啊。所以我想，一个人就是要学习这种精神，关心周遭的环境，很敏感，很敏感啊。所以就像有时候常比喻，当一个人在谈恋爱啊，他就很喜欢揣测对方在想什么，你到底有爱我不？你讲一句话下面艺术，每天都在想这个啊。那但是我们修行没有自私的动机，却要想对方需要什么啊。做行李郎嘛，就搞忘哦，我被他探究几年，他也一直想这个。但是呢，佛教里面。如果你有一个空性悲心，那你还保持一个圆满的动力，这个是我们在追求的。所以各位手上有一包帮助众生离开身体痛苦、疾病、贫穷的药，哎呀，太好了！所以每一个佛菩萨手上拿的都是法器，这个法器就是帮助众生的。地藏王菩萨拿锡杖要打破他的地狱，然后如意宝珠要满他的愿，观音菩萨手拿甘露。甚至不动佛手拿灵锄啊，满众生愿消除他的痛苦。所以希望大家每次手上拿的都是别人，我为你而拿的，我为你而准备的，要时时刻刻去了解别人的需要，那慢慢呢，你就可以去除我执自私啊，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呦，过去你要追福报。现在不用追福报，福报追着你哦。这个狼人卡、吉细卡，你免堆了。你怕病替别人想，众生就替你想。特别我们已经信因果了，这个生命有鬼道、有天道，那你对他们那么好，哎呀，这些孤魂野鬼，生生世世发愿护持你、感恩你啊，所以。佛陀最欢喜的时候就是他能布施的时候过去做乌龟，哎呀，五个人在他背上那踢会个夯，佛陀那时候想，哎呀，我说将来我成佛了，我先度这五个人，那夯完腰，然后他已经没体力可以爬回海里面，有很8万多只的虫来叮他的身体，他一想，哎呀，愿我努力修行，这个虫将来可以升天做天神愿他们护持佛教。所以佛陀成佛以后，初度五比丘，就是那五个人，8万天神护持佛陀，就那8万只的小虫了。所以对佛陀来讲，当他受苦，别人从他身上去吸取他的血肉的时候，就像吸取你的好事的时候，你很高兴。所以各位不要有吃亏的想法没有吃亏的想法。今日明明带你去吃饭，讲要请你。给我讲完，我哎，拍谁啊？我着急，我一蠢，哎，我阿弥陀佛，单就顾你不要说哈，你就那你就别搞了所以修行要等机会所以阿伯呢，你把这个查某囡仔你爱也爱开微信，结果就是讲你给他谈结婚，他说好，我可以嫁给你，但是付一个儿子。我会花去，你把好有孩，不要想起来，哇，足好，买一送一。
我以前大学就是很佩服我一个同学，一穿着水果牛缅甸的邓来，啊，每次舞会都带他来，我们就觉得有的女孩子有点性感漂亮哦，我们很羡慕我们这个同学矮矮小小，啊，穿着找我人家睡，哎，啊，还给我都是刚刚讲，以为结婚了，哇，太好了，我念的癞蛤蟆吃天鹅肉呢。啊！家在领导好个啊，我都娶我这种水果娘。伊讲不打你哦，我苦两个啊，我后摆免生，还叫我去做伴郎，安尼。我那时候就人生就改变了，后摆呢，我若拄了这，我嘛就欢喜。啊，我不会抱怨，因为人家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啊，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不吃醋，我绝对不吃醋。啊，因为我的同学实践的很好。而且我同学这个妈妈也接受，哎呀，很好，啊，所以人啊，都要讲一切随缘嘛，啊，不能够假崩旁边好哩，这个都一美你吞了就好了。但是你若不随缘，那你就会很痛苦，啊，很痛苦，那你就不了解佛法，因为你所得到的是你种的因嘛，你想要下回更好，那你现在就赶快种好因嘛，就很简单了，啊。所以各位很简单，像我们讲点灯免费很简单，你生生世世拿到灯也很方便。你现在说一半五百，好事讲你要点五百，顶着来中钱中到要死，啊无你摕袂着。所以我想给人方便还是给自己方便，啊，障碍别人呢就是障碍自己，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那各位不管行路，不管什么，尽量给人方便，啊。那你是做官了，要办证件最快的方法服务他，啊，今日你是医生，啊，有人在听你，赶紧走去，啊，无到一天到你来听，到三点钟医生来，啊，然后讲哦，某一个人在港口去做念，要赶紧去，啊，无到一天到你要死啊，我就要断气啊，佫无人来甲我念，啊，因为你唔捌甲人做念嘛，所以了解这个道理，那善有善报。你对世界安怎？你对众生安怎？其实就是对你自己安怎。所以放生救他的命，就是在救自己的命，也救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命，很简单。杀他就在杀自己，啊！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那，啊，太好了。什么功德都要做，啊！什么功德都要做。佛经讲，你若看到土，你都要打给那个每一杯开，嗡扑隆说哈，压出去啊！所有死掉了畜生道得超度。陀毛空定，嗡普隆梭哈，啊，所以你只要了解，你摕着灰，里面的供养天神，你有一粒灰啊，向天顶压的嗡普隆梭哈，然后呢，天神也将消毒，为什么？替天神供佛，啊，所以那天神就可以升更高的天，啊，这些天神就感谢，啊，所以我们要帮助六道有情，所以帮助六道有情的方法都要学。但是最好的供养佛陀的方法就是帮助六道有情，因为佛陀的目标就是我们，佛陀的目标就是六道众生，啊，你对六道众生很好慈悲，那就是供养佛，慈悲就是供养佛，显现慈悲即见如来，我们叫见缘起即见佛，很多人会有几句我们知道什么见缘起则见佛，你的整天都在研究佛力，缘起是什么？存在的一切就是我们存在的因缘，无众生无世界让烂，所以你看到了众生，帮助众生，那就是看到佛了。所以还要努力的去帮助众生，奉献众生，还要感谢众生让我们来帮忙，啊，所以亚少去就要有笨手，啊，有钱的人我就来拄着善起来，哇，我让我报喜的机会啊。啊，所以时时刻刻，存着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以这个大悲心为根本，愿所有众生都能够脱离暂时的病苦，乃至痛苦的轮回。那第二个，自己也发起殊胜的菩提心，所以我们也愿意成就佛道，来真实帮助众生。第三个呢，要修空性，所以完全的把自己一直三宝。啊，观修空性，那从空性里面自己化为药师佛，十方诸佛皆化为药师佛，一佛出世，千佛护持，融入在你身体。
然后呢，你身体具足所有佛菩萨的力量，而修这个药师仪轨。那我大概弄来的鬼，因为每天都要这样做。那我每天告诉各位，不管你念大悲咒、阿弥陀佛，拢赶快啊！现在被念阿弥陀佛，因为众生的轮回就赶快娑婆极苦极乐才是快乐。希望众生皈依阿弥陀佛，那既然有这意思对你，那么为了要众生离苦，乃至成就阿弥陀佛的果位，所以我嘛一定来发起告阿弥陀佛，赶快来菩提心。第三，既然发起菩提心，我就未使有执着。我对世间的一切，拢要了解伊的本体，拢是空性幻化的，安尼去观照，这个叫观修空性。然后对空性内底，咱变作阿弥陀佛。然后呢，因为咱发起这种要成佛的心态，所以十方诸佛往下方，拢变作阿弥陀佛来赞叹，来扶持你融入在你的身心。所以迄阵你垂念阿弥陀佛的时阵，你变成百千万阿弥陀佛，去帮助众生去成佛。那当你咧念阿弥陀佛的时阵，每一个众生拢跟你同款，拢变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你咧甲对方念佛。然后呢，百千万众生阿弥陀佛，拢个倒变过来加持你，所以那个时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拢变成阿弥陀佛。那我们必须这样来观想，因为开咧大乘佛法最重要的一个是清净观，就是众生皆有佛性，众生拢有法度成佛，这世间本来的本体拢清净的。所以要有这个清净观，但是如果各位如果你没有掌握到这个重点，你有时候会去看别人的缺点，啊，看到别人的过失，自己耿耿于怀，哎呀，你就虐待自己了，不行，啊，看到别人的过失的时候，我们一样要升起悲心。国家垃圾的罪，本体嘛是清净的罪，啊，国家艰苦、国家歹的、国家难调伏的众生，本体嘛是佛性，这是伊唔知影的，意思讲。好野人竟然啉烧水就当作是乞食，可怜啊！哎，讲你是好野人，你是皇帝，什么水饮啉烧水就变乞食啊？你忘了，你具足这个一切。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去度众生，所谓慈悲，是以尊敬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佛，而不是可怜他，只是他忘了。所以在慈悲必须包含尊敬跟感恩，而不能一种施舍啊，一种。哦，我好压力善强，我提钱给你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去供养佛、供养上师法师？要恭敬，恭敬，并不是我们只有上师法师恭敬，而对那个乞丐不恭敬，那不是，我们依然恭敬啊。所以那要培养这个心。简单讲就是讲，那传他人好料，他人虔诚的供养佛，要用这种的方式。去对待所有的生命，包括这家大庄高雅，这就是佛教的修行的根本啊！对你来讲，哎呀，众生拢是佛，拢会使成佛，所以变作引导众生成佛，那个是方便，方便不离诸比。但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成佛，你要有我的空性啊！而且这个空性不是什么拢无，这个空性是离开你的无我，我一切都依靠外在的众生而存在。包括咱家、咱的厝、咱的事业、咱的车，那离开外口的条件都依他的，这个叫缘起。所以一切不能单独存在，一切都依靠外在的因缘而存在，所以就会产生一个报恩的心啊！你看咱的性命了，无咱的北部，咱闹咱的性命的，所以咱来对众生拢动作北部赶快。那从我那里讲，各位要保持这个思想，这种思想啊，一直让这个思想。大宝法王最灵光诸位，一定要让你的修行在你的心事里面产生一种细腻的融入到你心，就像在石头上刻痕呢，在你的心事上已经刻下这个细细的纹路，要如此啊！对你来讲，你行行摄摄，修行帮助众生，变成这是你本来的意思。不然的话，那以前刻下去的是贪嗔痴啊、结婚啊、挂掉啊、剩啊、快乐啊。要把这些要把它净除掉，啊，这叫烦恼习性。我们现在的习惯，就刚刚洗掉魔力，有一些出色气味就提药啊，跟因老母讲，我要医病人，安尼啊，所以药啊，伊阮就提袂完。过一些出色气味是提钱，跟因老母讲，啊，父母去打过偌济钱，要帮助善巧人。所以这个就是佛陀
累世还没成佛以前所养成的习性，然后到佛陀这一世的时候去出席下面，来各位求说闭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无能安置。既然后面人出席来逼人，你莫个咩玩具玩具玩具娃娃啊，所以你要把这个习性保留，一下来就是我要来帮助世间的啊，我具足所有的一切是要来奉献的。所以我们学佛了，遇佛有无量的功德啊，但遇佛我们要发起佛陀的心态，所以要是佛是要来帮助，至少让他消灾离病苦，得到富贵啊，得到智慧。阿弥陀佛要让我们清净无污染，将来成佛妙喜世界不动如来，要我们大家断除嗔恨，没有杀业的世界啊，这叫妙喜各个外表庄严。所以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这样的心态跟行为，这个叫修行，修行。所以这个叫老实念佛，一心念佛啊，一心念佛讲的就是菩提心，哎，念佛陀的所有的功德，以佛陀的这种功德啊，十八不共法那么来利益众生。所以保持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啊，所以为了如此，经常布施供佛下施，你们坐下来，这些都是一个助缘，帮助我们的身口意达到了，哎呀，身口意我们叫三无漏就是没有过失充满的圆满，梦啊梦，这样来修行。所以来请看到63页，然后翻到64，看到药师七佛。其实各位从观呢，我常常要讲给各位听，无你稍等下，佫无听到佛，还佫困去。啊，你调就讲要开始啊，开始啊，啊，你就都要直直听安尼啊，那唔开始安尼啊。那因为你若无听就无法，哎呀，你就袂开智慧，所以要不断的复习，再复习。我讲给你听，我也复习一次啊，你佫听一遍，听你个第二条，还有个属于属于要爱音，要一直让保持如此。所以今天暗时回去，你就拄到一个意外，你就讲真好，姻缘来了，开始修变化无常，空性诸比，姻缘来了。所以，因为你要借着这个姻缘来体悟佛法。64页来，药师七佛。南无圣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智圆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圣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智圆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圣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智圆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七佛经讲了药师七佛的本愿，七佛合起来44个本愿，包括帮助恶鬼道，包括帮助罗刹，包括帮助邪知邪见的，你只要念出这个佛的名号，那你就能够以这个佛的功德力来帮助这些受苦的友情。再来七请药师佛。药师如来琉璃光，愿我庄严无等伦，无边行愿亦有情，各随所求皆不退。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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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奉请十二药师罗大将，奉请功德罗大将，奉请法者罗大将，
奉请弥契罗大将，奉请安比罗大将，奉请阿米罗大将，奉请身底罗大将，奉请因达罗大将，奉请波夷罗大将，奉请摩虎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周度罗大将，奉请毗羯罗大将。南无药师会善佛菩萨，南无药师会善佛菩萨，南无药师会善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各位念一心奉持，一心奉持，如是那佛，如是那佛，加持众生，加持众生。今天农历二十三是斋日，如果能够多念如是那佛，乃至守斋戒，可以消除罪业一千劫。今天也要常念，来，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一心奉行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准提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力度母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一心奉行神农大帝、孤星大帝、天兄性命、天天兄弟、万姓对君、诸代先行、大齐众星、一心奉持齐婆名医、华陀仙翁、孙思邈神医、葛洪子神医、史怀哲医生、愿慈悲医生菩萨加持众生，一心奉持希望力尊者、乌巴库尊者、龙婆陀尊者、鉴真大和尚，愿祖师大德慈悲加持。好，可以把药拿起来念嗡啊吽，然后我们前面特别放了几包大包的药啊，等一下去布施的时候，你若破病较严重，你就摕大包，好唔好啊？希望无人出来，都卖破病。啊，所以大家念嗡啊吽，观想各种的药，然后那边点火啦，来，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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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位善知识叫大行法师，这两天正在生病，我们愿所有在病房、加护病房的一些有情众生同享功德，所以升起大悲心，求佛菩萨加持而念药师咒，也愿所有这次五天的超度法会，今天是第五天了，就是郑成功官兵啊二二八事变，乃至啊风铃法会等等的一切有情都能够得药师佛的功德，而念药师咒来。佛解法界毗沙奢俱罗毗琉璃波罗波诃啰僧伽耶赞他揭多耶我南无提僧伽僧钵多耶他揭他唵毗沙奢毗沙毗沙奢僧摩揭毗沙诃南无佛解法界毗沙奢俱罗毗琉璃波罗波诃啰僧伽耶赞他揭多耶我南无提僧伽僧钵多耶他揭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僧摩揭毗沙诃南无波揭法界毗沙奢俱罗毗琉璃波罗波诃啰僧伽耶赞他揭多耶我南无提僧伽僧钵多耶他揭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僧摩揭毗沙诃。念佛持咒绝对不能够离开一个悲心的感受啊，了解众生的痛，所以所谓咒和佛号是由悲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啊，所以各位多观想。所以现在念药师佛心咒，你想那牛红台也感哭，那鬼啊红灌了也感哭，那敌啊红啊啊台家住也感哭，那是今嘛地道都鬼道畜生道人道种种的感哭。
乃至天道阿修罗都将来嘛要轮回，足艰苦，所以升起大悲心，把你药师佛心咒，你念的准念观想，咱人虽然在吃，但咱的心在地界，咱的心在恶鬼道，咱的心在破病众生，乃至无法报小地下边的众生顶头，咱将咱的心结合为一体，把念咒语来。发菩提心，同好的修行叫做自他交换，把人的痛苦现在在我的身躯啊，我所有的功德快乐要报施给对方，所以咱现在念消病咒，用咱的身躯来代替众生苦啊！哇，已经挂脑啊，哎呀，已经破腹肚啊，哇，那老大人骨头在疼，腰骨在疼，啊，咱希望伊消病苦，一方面代替受苦，啊，替消病苦，来念消病咒。有药啊，肯定将心病苦的所在，来。我是你的，是你的，最佳你所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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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网络上有那些很可怜的被烧掉，乃至车祸啊，没钱啊，足欠的，啊，所以透过网络求大家帮忙。把他们的相片登出来，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修悲心的助缘啊。你老急就该夹起，啊那夹起要不不搞，那那退一两或七九，退一下百威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就要修这个悲心。你想想，你得他他们二十四小时都在痛苦啊，所以一个菩萨修悲心如在地狱啊，因为东北表一起的人就干苦。所以啊，积极的啊，精进的，为他们在修行，再来替他们消业障。那来向咱过去对不起的众生忏悔。人若破病，第一要做的是忏悔。啊，你若不忏悔，吃什么药，看第一名医生拢无效，业那低的，冤亲债主鬼神那低的，你安怎医嘛袂好？所以第一个要忏悔，第二要超度鬼神来超度。第三呢，还是来调整你的生活、食物件方式。如果哪呢背得好，所以来背一次来业力，鬼神四大不调，所以第一爱忏悔，第二爱超度，第三呢爱调整四大啊，所以那就超度各位就会晓了，下百位啦，回向可以啦，啊，来天行忏悔啊，所以你嘛爱个老大人讲啊，老母咧看病来对我合掌。老母，咱就过去可能啊，做什么恶业啊？可能肉食伤济啊，开始工作到遐，咱来向这个冤亲债主忏悔啊，啊，我帮你点灯啊，做功德回向冤亲债主啊，你也该招安尼讲啊。啊，所以咱来看好医生啊，医生叫咱改变啊，食物件、食什么药啊，调整啊，这个三个都要，所以希望各位来背，各背一遍来念力。归行四大不调，所以爱忏悔，超多调整四大，那改变嘛。但是佛教修行就是念力，这念力就是为
五浊贪嗔痴作业来，啊，所以咱要忏悔就要持戒，啊，持戒，鬼神呢，咱就要超度，啊，那袂使讲吼，规天干那读经啊、功课，啊，无咧超度袂使，啊，站在佛教里面是天天都要放蒙山，天天都要超度，这不是光出家人，各位逐天啊点一个香咧门口好兄弟啊，做一个烟供，帮助众生，其实就是咧帮助自己啊，啊，还养成这个习惯。好，所以大家来念解冤偈来。解冤偈，解了多生冤和业，七心敌虑发前程，今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冤偈，解了多生冤和业，七心敌虑发前程，今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冤结，皆要多生冤和业，悉心敌虑发前程，今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我再来，各位养成一个习惯，你今日入去一间厝诶，啊，一个人坐咧遐。捌甲毋捌，你拢来拍一个招呼，这是应该啊。刚刚讲一句是，有诶众生你看无，你嘛爱来拍招呼啊。你甲这所在哦，土地有土地神，地方有地方神，你拢爱拍招呼呢啊。你若无拍招呼，就无欢喜啊。啊，特别你咧合福，合福就是讲啊，你知影众生存在啊，啊，你那会无甲伊拍招呼，所以讲养成习惯啊，像我走到哪里习惯啦，洒甘露啊，快乐啊，地水火风神，大家都快乐啊。不管点在什么所在，我已经习惯了，这回能记嘛，回能记行，这下冇恰行了啊，已经习惯了。你要尊重万事万物一切的存在，那你的就欢喜啊啊，所以养成那个习惯啊，所以尊重一切，念这个八句平安记，那你就不会。制造灾难痛苦来。佛说八句平安偈，诸有众生类在苦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慈爱于众生，令各安休息，昼夜勤专精，奉贺众善法。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交代咱来念来讲啊，这不是咱家己写佛陀的，只要有痛苦的地方、灾难的地方，一定要念。因为你看不见，但佛陀知道，而且佛陀的力量，因为这几句话就是佛陀的意，佛陀的力量就融入在八句平安偈啊。但是佛陀要你去尊重他们，了解他们，然后呢，大家努力修行。所以我们做什么功德都要跟众生分享。来，再来回向所有众生，来。一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时时常心。是，请问还有灯吗？那肯定要点满一万盏灯了。你看晚不晚？有吗？有吗？那有各位小等的时刷点灯，现场的灯拢给点完，好不好？反正免钱。哎、有人共用，看什么共用啊？但是点完一万盏灯，力量最圆满，所以把。灯拿出来给大家，然后各位现在各位要去投药了，来，有人生病了，前面拿一包药，还是老狼优先，啊，包括你那一包药，啊，然后呢也拿灯给大家，啊，所以，如果咱只能点5%，假设有500个人，600个人，我们3000，哇，啊，所以咱起码只能统计买过来点5%，然后发给大家。他们
会去处理。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就开始点灯布施，请翻到第十页。我们先念，先念啊！不能会看老的，或者破病迷信成瘾那种。你若分到来，我们是病号。各位要看的，你也要看面相。我们嘛，咱来讲这个病啊。第十页，点灯祈愿文也发灯给大家。我们这一次三月一号要去缅甸，哇，报名人太多啊！你都听我说，哎呦，去缅甸要从啥？那边的很多出家师父老和尚，你去坐了，知影讲你什么病，讲得有够准，安尼啊！啊，所以现在我们报名踊跃，所以这是他们缅甸的住持和尚必修的，他们必须修这个法，来了解对方的病苦，来帮助对方。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所以他们佛教很安定，很安定啊。所以我慢慢要学这个帮助别人脱离身体的病，进一步佛法还帮助知道他心里的病，然后还要给他药啊，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对治他这个嗔恨贪欲等等。第十页来，愿灯具成为等合三千大千世界，愿灯柱仅成虚弥山王，愿灯油仅成汪洋，此灯之数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由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净，共伴奏阿罗汉好后，共伴奏阿罗汉好后，共伴奏阿罗汉好后，阿弥陀佛。